郭靖安达。郭大妈。乜咁早啊？拖累。呢度系父王上次俾嘅礼物，仲唔收咗佢？你系咪想同我讲，你唔草华筝，去草黄蓉？大汉，其中嘅原因，我一时之间好难帮你解释。但系黄蓉对我的确情深意重。你嘅意思系话，华筝对你仲唔情深意重？唔系。咁系咩嘢？父王，你唔好咁恶啦。你有得靖哥哥慢慢讲。华筝，好对唔住，我唔可以帮你成亲。郭靖，成亲件事系父王嘅意思啫嘛，我点会逼你咁做啊？华筝，你对我嘅好意，我完全明白。但我决定咗要去揾容儿，你忘记我啦。如果你揾到佢之后，仲会唔会翻嚟睇我？如果容儿到时系平安无恙嘅话，我一定会再翻嚟揾你。你唔再嫌弃我，我就帮你成亲，绝无后悔。如果佢有咩不测，我决定终身不娶。你到底想讲乜嘢啊？父王，你有得靖哥哥照佢意思做啦。华筝，我一向都唔干涉你哋嘅事，但系呢一次，如果你想女儿快乐嘅，就继续唔好干涉我哋啊！禀告大汗，我哋派花刺此门嘅使者已经翻嚟啦。快叫你入嚟见我。但系其中四个已经被杀，只剩一个仲受咗重伤添。吓？出边嘅尸体啦！九王魔门将我哋嘅使者侮辱同埋杀害。花剌子模虽然系各大兵多，但我哋就怕咗佢哋。我哋一心一意攻打金国，对佢哋已经万分嘅容忍。卓姐，父王，讲下佢哋点样对待我哋。嗰次我哋出兵打藐儿黑的人，得胜班师，喺半路撞到摩诃末大军。我派使者前去通好，点不知佢哋嘅九王话：成吉思汗叫你唔好打我哋，但系真主命令我打你哋。我就同佢作战，我哋打赢咗，好可惜，佢哋多过我哋十倍兵马，我哋唯有半夜撤军。虽然系咁样样，大汉对呢个九王仍然系礼敬有加，我哋派嘅商人全部俾佢杀晒，货物亦都俾佢哋抢晒。而家呢个九王魔门联合金国夹攻我哋，惊唔惊？父王天下无敌，我哋唔惊。最紧要嘅，杀死呢个魔门，活捉玉牙红烈，杀咗仲容易系你哋。旨意写好未？上天立朕为国族大汗，托地万里灭国无数，自古得业之龙未有如朕者，朕雷霆一击，汝能当扶，汝国存亡，决于今日，无需三思。咁攞咗做咩啊？朝廷攞个自由够，你要战便作战，我哋死。系大王。大汗，郭靖两母子都受大汗嘅厚召，希望今次可以加入西征，以报恩德，亦都乘机了却杀父之仇。你有咁嘅心就最好啦。嗱，我就封你为打牙，率领一个万人队。
大汗，郭靖从来唔识调兵遣将，但愿只求做个马前嘅士卒。边个出世就识得调兵遣将啊？打多几次仗就识噶啦。那颜系我哋蒙古嘅大将军，你当之无愧。禀告大汗，咩事？出面有一个叫做老友脚嘅人，率领住1000宋人，话要加入军中，出力抗金。大汗，我识呢个人，佢身为武功能人，意思嚟嘅。咁睇嚟，佢就因你而嚟嘅。如果你觉得佢哋有用嘅，就编入你嘅队伍啦。系嘅，大汗，你同我好地招呼佢哋，同埋请佢参加我哋今晚嘅誓师宴。遵命。好，郭达，梁长老、老长老、贾长老，郭达你好，今晚嚟揾我真系太好啦。郭头，希望我哋能够帮助你杀金退敌啦。系咧。请问三位长老有冇容易嘅消息咧？我哋四处寻访，都冇帮主嘅消息。丐帮弟子遍布天下，连贵帮都冇佢嘅消息，恐怕容易凶多吉少。郭大侠，我哋而家应该要各事为重，至于儿女私情系应该抛开一边嘅。长老讲得好啱，但系容易唔喺我身边。我真系郭达，只要你同我哋帮主真系有缘，我相信你哋终须有一日会重聚。我哋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仲系倾下杀金大计仲好啦。好啊，大汉想首先攻花拉子模，断金左臂，然后一举灭金。佢将咁多位编入我军之中，只可惜我素来唔识调兵遣将，万一出错，我怕连累咁多位喎。系，大丈夫能够沙场一战，虽死何憾啊？总之我在南边嗰度带一部《孙子兵法》或者系《太公韬略》嚟啦。啊，我本《武穆遗书》喎。嗯，系咩？啊，咁就好啱用喎。容儿睇过之后话可以解释俾我听，但只可惜佢而家下落不明。人哋话三个臭皮匠等于一个诸葛亮，只要我哋大家细心钻研嘅，话唔定我哋能够推敲出阵法嘅奥秘咧。喂喂，咁我哋快啲攞出嚟研究下。三位刚刚来到，我哋大家咁快脆搞尽脑汁嘅，不如咁啊！三人我今晚嘅誓师宴之后要好好休息，听朝早再研究兵书都未迟啊！子母号称有80000嘅精兵，而我哋只不过有200000。而家我准备用150000去攻打佢哋，我哋可唔可能胜利？胜利！我哋一定胜利！我哋打赢佢哋！好，今晚我哋就开怀畅饮，听日开始就紧急备战，十日之后起程西征。石头无皮，人命有尽，我的须眉和头发都已经白晒，这次西征我可能不能够平安回来，所以一定要找出一个人来继承我，等我死了之后就继承我的伟业。叔侄，父王，你是我的长子，你话我应该选边个好呢？父王，你无需问佢啊，佢只不过一个渺而黑的形嘅杂种嚟啫嘛。你讲乜嘢？父王一向都当我自己人，你胆敢侮辱我？你唔系杂种系咩啊？喺沙场征战咁耐，
立功最多嘅系我，你有咩叻过我？咁你都系杂种嚟啫。大家自己兄弟，算啦算啦算啦。杂种，哎你哎三弟，哎大哥大哥，停手。雪姐系我嘅长子，我一向都好爱佢同埋器重佢。以后任何人捉唔到齐杂种呢两个字。父王，雪姐虽然系有功，但系佢唔够二哥咁仁慈啊。所以我想推举窝阔台为父王你嘅继承人。雪姐，你认为点啊？我都贊成推舉窩闊台。何雷，系父王。你呢？我對大哥同埋三哥嘅意見都贊同。嗯。父王，我樣樣嘢都比唔上大哥同三弟佢哋。窩闊台，我知道喺作戰方面你唔及得雪赤同埋擦蝦台，但你為人人口。做咗大汉之后，你嘅子民会爱戴你嘅。父王，我唔使再讲啦。嚟，你听住，我而家就选窝阔台做我嘅继承人。以后你哋对待佢，就等于对待我一样。窝阔台，窝阔台，窝阔台。快啲嚟，慢啲，慢啲。好声啊！点解会咁醉？禀告二王子、四王子，咩事？大王子同三王子喺出边打交，冇人请咗佢哋走喎。真龙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有咩事啊？大王子同三王子带咗佢哋嘅精兵去咗呼兰大草原，话要大战一场啊！仲唔禀告大汗？二王子同四王子喺金帐度等你，大家听候大汗嘅差遣。跟我嚟，好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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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汗有咩吩咐啊？佢哋恶斗一场之后，我军势必元气大伤。为今之计，我一出兵制住佢哋，制止佢哋，恐怕三个兵马受更大嘅损伤。但父王而家叫极都唔醒，你话点呢？驸马爷。开封有位长老在外面等你，话有要事相告。你出去先啦，托尼，你商量一下先，我快就翻嚟嘅。好。俊老，有咩紧要事啊？你睇睇。以蛇盘阵阻隔两军，用虎翼阵围擒不服者。是，我会想不到的。
读咁多兵书都唔识消化添。有后天族三对做蛇头，有后地族三对做蛇尾，其他队伍就随时听命。准备。禀大汗，大王子和三王子已经被驸马爷捉了回来，叫他们进来。遵命。父王，父王，参见大汗。你两个畜生还有面进来，为什么将我治罪？请父王恕罪。卿有天，我的蒙古大军正立大业的时候，这两个畜生竟然自相残杀。父王，今日为王就当没杀我这两个畜生，一来将他两个推罪斩。父王，请父王息怒。请大汗饶恕两个。不得，蒙古军中军令如山，纪律严明，这两个畜生非杀不可。请大汗三思，现在蒙古大军士气精盛，所到之处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但是将两位王子处斩的话，军心必然会大乱的，况且他们都想扬名立位于战阵的。大汗，国政说得对，两位王子神勇过人，是军中的两员猛将，这次就给他们一个自身机会，相信日后他们一定会大罪立功，再不敢私斗。父王，孩儿之罪。你两个畜生听着，这一次国政和之变为你的求情，姑且放过你们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一来，将他两个拖出去，重重打三百官军。知父王。国政，一次得到你凭借他们两个自相残杀，如果不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汗夸张了，我应该这样做的。但这一次的事令我明白另一件重要的事。父王，你明白什么？国政一直不肯带兵出阵，这一次足以证明他是足智多谋的将才。大汗，我今次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，我怎么配得上是足智多谋呢？你不要谦了，其实你这次的功劳比攻打金国还要重要，因为金国的城池今日攻不破，还有第二天。但我那两个畜生如果今日因自相残杀而死，以后再见不到他们。国政，我赏赐你黄金万两、牛羊马各五千匹，你满不满意？谢大汗。大汗，我是请求。你说吧。我愿意将大汗的所有赏赐分赠军中的士卒，等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大汗你的恩典。真的要这样做？是，请大汗成全。果然是一个豪气干云的好汉。好，一来，请为王口谕，通令三军，将各城的赏赐分给他们享用。准备。谢大汗。国政，我要同你痛饮三百杯。好啊。真是奇怪了，我从未讲过为数之中的阵法，但老总统教我字条之中又怎会写出为数之中的阵法和名称呢？人来。将军有什么吩咐？同我传老总统过来。是。
老长老到。老长老，郭大侠，你今日叫老夫嚟，有咩事啊？咁嘅，上次得你赐教，令我明白到好多遗书之中嘅奥秘。在下今晚有啲疑难，想请教老长老你。哦，你太客气啦。系咯，到底系为咗咩事咧？长老，你以前有冇睇过武穆遗书啊？武穆遗书？郭大侠，我呢个老乞衣一生人都做唔到将军嘅，又点会睇武穆遗书啊？郭大侠，你同我开玩笑啫啩？但系你又点会识得蛇盘虎翼呢两个阵法嘅咧？吓，蛇盘虎翼？长老，假如你想研究下兵书嘅，可以借俾你睇噶。我老有脚，又点会睇你嘅兵书？郭大侠，你记错咗啫。蛇盘虎翼两阵，蛇盘虎翼啊！我记翻起嚟啦，系你以前同我讲过噶嘛？乜你唔记得咗啦？我讲过俾你听。系，系你同我讲嘅。哦，可能系我善忘啦，长老，请你唔好见怪。唔会。系啦，在下仲有疑难，想请教老长老你嘅。哦，系咪兵法上嘅问题啊？冇错。好，好。老夫今晚实在好攰，不过你姑且你将问题讲出嚟，等老夫听日谂通咗，再嚟话俾你知，好唔好？都好啊。嗱，兵书之中所讲嘅蛇盘虎翼两阵嘅阵法，非常之艰深嘅。唔知长老你可唔可以解释清楚俾我知咧？哦，你系问蛇盘同埋虎翼两阵嘅动阵方法啊？嗯，冇错。得，等老夫听日谂清楚，再嚟答你。郭大侠，而家夜啦。老夫想休息，有劳长老你。郭大侠，请。请。容儿，老长老，郭大侠，乜咁夜你仲未休息咩？长老。你刚才不是说很累想回去帐幕休息的，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的？郭大侠，你有事相托老夫，就算今晚整晚不睡都要想通他的，是吧？说得对，请。长老，刚才你荧幕见过的人现在在哪里？郭大侠，你的好奇心实在太重了，如果今晚你不是跟着我的，我明天自然就会将难题解答，但是现在……长老，无谓多讲啦，嗰人到底系边个啫？郭大侠，实不相瞒啦，我呢个老乞衣又点懂得兵法上奥妙噃？其实一直都有个高人响身边为你解答难题啫。咁你即系成日另有高人呢个营地里边咯？长老，系咪容易啊？唉，郭大侠，你又点会谂到帮主佢啊？你答我先，系咪佢啊？都话唔系帮主咯，唔系容易。唔会嘅，除容儿之外，世间上冇人会咁聪明嘅。咁你就讲错啦。乜你冇听讲过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呢两句说话咩？你话俾我知，到底系边个啫？系一个世外高人。世外高人。嗯。我仲有容儿添。其实。他在欧阳锋手上生死未卜，又怎会再出现？
今日系娘亲第二次送你离开大忙，你一定要记住自己嘅责任同埋承诺。娘亲，今次孩儿除咗跟大汉远征之外，只等紧嘅杨大叔一家嘅寿宴，定会将袁岩同你嘅手襟带去祭杨大叔嘅。大汉对我哋两母子真系恩重如山，就算我哋一世为奴为马，都难以报答于万一。娘亲终于见到你有出头的日子，我都很安慰。娘亲，孩儿出战沙场，再没时间奉侍你噶啦，你自己要保重啊！你唔使担心嘅，静。娘亲而家仲好壮健，我一定可以等到你翻嚟。我仲要饮你嗰杯新补茶喎。是华珍公主叫我转送给你。华珍送给我的？是，她今早来过，但她说她不送你了，她怕自己到时不能够控制到。其实华珍真是一个好女仔来的，他说这只羊角会带给你平安，你一定可以凯旋回来。他还说他一定会记住你的说话，他一定会等你回来。成吉思汗统领蒙古大军，由察哈台、窝阔台两人做先锋，左军率直，右军国籍，中军由成吉思汗及四子拖雷压阵，直卷而下，首先大败花剌子模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大军直逼金国燕京。袁岩雄烈在燕京驻扎精兵十万，蒙古大军历时半载未能破城，只好在城外团团围困。初春开始攻打燕京，眨下眼有六个月，而家已经是初秋时分。大漠在呢个时候都怕且落紧雪咯。我哋大军围城，一年攻城五十几次，都冇办法破城。不过城中金兵嘅志气已经日渐软弱，我相信金风送爽之日就是我哋大军破城之时啦。国政，你点解唔出声？大汉，我随你远征咁耐，而家面对金国嘅城池，都唔可以攻入去，我的确太冇用。你喺呢一段日子之内，已经同我立下咗唔少嘅汗马嘅功劳。燕京咁耐都未能够攻破，又岂系你一个人嘅责任呢？父王，依孩儿之见。我哋长居大漠，习惯咗喺沙漠度作战。一旦嚟到中原，地理环境都唔系几熟悉。一旦熟习咗环境之后，嗰阵时再次攻城。国政，你认为拖雷讲得啱唔啱？拖雷讲得好啱啊！中原嘅地势同大漠自有分别嘅，所以调兵遣将方面就唔可以再沿用大漠嘅政策。大汉，等我再研究兵书，揾出破城之计。我哋蒙古大军征服咗咁多土地，区区一个燕京，相信喺朝夕之内必可攻破。我哋必须要养精蓄锐，迟早要同袁岩雄烈决一死战。嚟，为我哋嘅胜利干一杯！干杯！饮杯！仁利。将军有咩吩咐？
呢份卷轴边个送嚟噶？哦，回将军，头先老长老嚟过，但系将军你去咗中将，所以佢留低咗呢份卷轴俾将军你。冇事啦。真系好似九章机，双飞双叶又相知，薄情自古多辞别，从头到底将心维系，穿过一条丝。点会今次？点会今次？长老，郭达，乜咁夜仲未休息咩？我想问你，你点会有呢幅画像噶？哦，我嗰日经过一个方阵，里边有一个落魄嘅画师，呢幅画咪佢画噶咯。见呢幅画画得几靓啊！咁我一时之间谂起两军中咁闷，咁我咪转送俾你，等你慢慢欣赏咯。咁你唔觉得佢好似一个人咩？似一个人？似边个啊？唔系啊，我唔觉得佢似边个啊，系咯。你话似嗰个人系边个嚟啊？我识唔识噶？你点会唔识啊？佢分明就系容儿嚟嘅。帮主，你睇，唔系啊，睇落唔十分似帮主啊。不过呢句画中意人啊，真系画得几靓啊。仲想走？欧阳锋，容儿俾你捉咗啦，你仲想捉埋我？你唔使诈地啦，佢已经走甩咗。佢系咪嚟咗呢度？原来容儿早已经冇事。啊！快啲交出个妖女俾我！你系制住我，就可以威胁到我啦咩？有关营重地，你咁咪自投罗网啦！你哋再行埋嚟，我就先杀咗佢。欧阳锋，你嚟错咗啦！容儿根本就冇揾过我啊！你呢个傻仔，我早就潜伏喺蒙古大军之中。如果冇嗰个晓女帮你，你又点能够力擒大汉嗰两个仔？又点可以攻城破敌啊？你讲咩话？你同我单独入营房度倾一阵，呢班反动，叫佢哋走去。我唔怕老实同你讲，自从我喺铁窗庙捉到黄蓉之后，过几日就俾佢走甩咗。我沿途赶嚟，有几次争啲捉到佢，但系都俾佢走甩。呢条路系直通去蒙古大军嘅路径，我怀疑佢就匿喺军队里边。呢个容儿喺蒙古大军之中，冇错。我已经跟踪你哋军队三个月噶啦，有几次争啲捉到佢，但可惜俾佢走啦。难为你仲喺度懵闭闭。容儿真系军中，欧阳锋，就算俾揾到容儿，都唔会交俾你嘅。你唔肯将佢交俾我，我自然有对付佢嘅办法。你嘅手中虽然系有兵。但喺欧阳锋眼里边，佢哋根本就系废物。欧阳锋，以你而家武功，当然远胜于我。不过年轻过你，终有一日你会年老力衰，会俾我打败嘅。你简直喺度自欺欺人。好，既然你咁讲，我就同你定个赌约。赌乜嘢？只要你肯讲出黄蓉匿埋喺边度，我话过唔伤害佢。但系如果你唔肯讲嘅，俾我捉到佢，咁就难讲啦。
你無謂呃我啦。你主要都係想容易解釋九陰真經俾你知啊。冇錯，我只係想佢解釋九陰真經俾我知。何況佢有啲係黃老邪，我亦都唔係好想嘢。但係如果佢唔肯講，咁就難講啦。好，你嘅賭約都算幾合理，不過你夠唔夠膽同我定多一個賭約？咩賭約？嗱，頭先你講過嗰班手下全部廢物啦。如果你再嚟揾我，我可以有本事佢哋喺一個月之內將你活捉三次，放你三次。好，如果你能够将我活捉三次，我话过以后唔伤害黄蓉，更加唔逼佢讲出九阴真经嘅秘密。好，我哋一言为定，我救杨凤一言九定，言出必行。小心啦，我好快就嚟噶啦。偷见大汉，郭靖，听讲欧阳锋出现在我哋附近。尹大汉，欧阳锋系出现过，不过而家走咗噶啦。呢个武林嘅奇人究竟揾嚟做咩？咁噶，佢想知道一种中原嘅武术嘅练功方法，所以嚟揾我咯。以佢一个人，晚晚定唔过我哋蒙古大军。前我口谕。以后再见到佢就格杀勿论。我知道，我揾你嚟仲有一件重要嘅事。攻打燕京之前，必须要养精蓄锐。我同四位王爷已经商量过啦，立冬之日我哋就大举攻城。四个王爷就兵分两路攻打燕京，你就陪喺我身边镇守中军。因为你麾下的三万雄兵是精锐之师，非到必要之事不可妄动。大汉，郭靖远后犬马之劳。好，今年的除夕，我在燕京的城头痛饮三杯。